一出局，日本队在四局上半的进攻垒上没有跑者，阿布伸之助面对是王建民，这个球好球进垒，拉掉了三振三信两出局，让你啊尝尝啊什么叫伸卡球的厉害。看看啊，贴近身体又转进来，你躲嘛？躲去哪里？这个就是伸卡球的威力了。有球，哇，把伸卡球的诠释的非常的好。